大家好，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。前几天我发现我家乡这边有螺蛳粉面包和螺蛳粉奶茶，太神奇了！在广西真的是一切皆可螺蛳粉，今天我就去尝一尝。发明螺蛳粉奶茶的人真是个天才。螺蛳粉都多，回去冰吗？去冰。好。冲一杯姜茶，好啊。姜茶是用生姜现捣的姜汁，我都感动了，比得上二三十一杯的喜茶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好神奇啊，螺蛳粉奶茶配螺蛳粉面包。先试一下这个奶茶，哇，太奇妙了，真的是螺蛳粉。我吃一根出来给大家看。螺蛳粉一样的口感。试一下一个螺蛳粉面包。哇，真的有螺蛳粉的味道。有些肉末，有些酸笋粒。哇，螺蛳粉汤的那种味道，有点红油的感觉。包，哇，更加浓烈螺蛳粉的味道，但现在也不错。还有酸豆角。这奶茶就是正常的奶茶味道，它很像 Coco 的那种奶茶那个味道，很浓很甜。它的螺蛳粉的卖点就是这个螺蛳粉多多，就是这个很像螺蛳粉的口感的这个，应该是用木薯粉做的东西。QQ 弹弹，很有意思。
这大杯，这超大杯，10块钱。然后还送一杯大杯的黑糖姜茶，价格太感人了。吃到酸酸的爽爽脆脆的感觉，太有意思了。吃，这个是有意思，但是让我经常吃，我可能不会选择经常买这种。它如果能做成我说的那种螺蛳粉包，里面更多的馅料，那我会经常买。太有意思了，吃一口有螺蛳粉味道的面包，吃一口真的有螺蛳粉口感的粉奶茶，你真的像在吃一个甜品的螺蛳粉一样。我突然有想法吃一个糖水版的螺蛳粉，应该也很好吃，就这种搭配。我是无所谓一定要减肥的吃货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评论关注转发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它里面还有些马蹄粒来假扮酸笋那种感觉。这家店如果开在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，一定会特别火，好喝又便宜。